会不会？超负荷，我只跟超负荷说，超负荷啊！哇乐干拎娘老鸡掰，哇塞拎娘老鸡掰！干，我觉得有机会赢哎，他连回来还有机会。也是很用力的，虽然他台没有像以前这么多，他连回来有机会，但是他还是很用力的调侃我。乱讲。拜拜，拜托，赶紧点啊，不关我的事。还好，什么东西啦？这根本不像我，笑死！你跟我一模一样，不像你。飘了，我老实讲，有一点点像了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感觉在，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笑死，那一点点根本就是你。九四，大家好，我是子宇熊的 AD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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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吼！哎，去跟他蹲啊，去跟他蹲啊！你不跟他蹲是几个意思啊？几个意思？黑历史被挖出来，欸，左下角是什么？还在访问呢，欸，是 PCS 的吗？小心小心，进风暴之怒，开完国服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哎你娘嘞，第四枪，哎呦，第四枪怎么没打到啊？还是再来？可以啊，这一定就可以越，这一定可以越，这一定死了，哈。玩他玩他玩他，干，这个人会玩镜吗？妈的，你在皮，你他妈你就继续皮哦，你妈继续皮，有喽，怎么又是你的啊？哎，很奇怪，就很奇怪，为什么又你的？确实的，没有啦，刚刚有的精华里面也找一个那个 Ushinomi 最近不是在那个什么吗？啊 ，IG 打上路不是说很屌？你去看一下那个贾克斯被我虐的，丢丢丢丢丢丢。来咯，不过讲真的啊，问安的镜是玩的真的好，他的镜是玩的真的好，他的功能 AD 玩的真的厉害，笑爆。他的镜，如果我觉得他打职业的时候如果有镜，那他一定会强一倍，这个整个人会强一倍。他的功能 AD 玩的很好，谁啦？我发就是那种石头哎，就是那种酷奇啊，或者是镜这种角色，他都玩的很恶心。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。哎，怎么了问安？等一下啦，你不要突然突然唱一些奇怪的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怎么会藏在里面呢？好笑嘞。哎，问不知道怎么会藏在这里面啊，怎么藏那么深啊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啊，靠腰哦。